小林玩具。嗨，朋友们，我是帮助生病小朋友的医生小林。让我来看一下哪里有生病的小朋友呢？在那边。小林的防暑安全守则。好热。Hello。实在是太热了。哎，这不是我喜欢的巧克力和果汁吗？巧克力全部都融化了呀。那没办法了，那就要喝冰冰凉凉的果汁呀。Oh no。但是果汁现在太烫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要用我的冰雪魔法把它变成冰冻果汁。哇，冰淇淋，太幸福了吧。果然就是要吃冰淇淋呀。忽然肚子好疼呀。冰雪公主。是这么多冰淇淋可不行啊。快跟我来。好的。我先来听听看。你拉肚子啦，冰雪公主。对呀，天气太热了，我吃了很多冰淇淋。不行不行，就算天气再热，也不能吃太多冰淇淋。那现在我给你开药。吃什么？应该很快就好了。谢谢医生。啦啦啦啦啦啦。最喜欢晒太阳了，夏天最棒啦、啊！那个是什么呀？原来是沙滩椅， Hello。 我要躺在上面晒日光浴。哇，真的好棒呀、啊！睡得真好。我的皮肤为什么这么痛呀？好痛。怎么是魔女啊？我才不是魔女呢，我本来是公主。原来公主是皮肤晒伤了才变成魔女的呀。我先来测测体温。40度。这么大的太阳不擦防晒就睡着的话，皮肤全都会晒伤的。没关系，我来帮你擦呀。好了，只要好好休息的话，应该就能好了。谢谢医生，好好休息啊。我的皮肤又变好了。哇，好开心，要赶快进去游泳呀。人鱼公主，不可以，游泳之前要做热身运动。热身运动。我可不需要做那些，我可是水的精灵人鱼公主。不做热身运动的话会出大事的。谁来帮帮我，谁来帮帮我，我出不去了。谁来帮帮我。人鱼公主，游泳之前一定要记得做热身运动，不然腿会抽筋的。下次我会注意的，小林医生。起来吧。
现在跟着我一起来做热身运动。真是忙死我了，有太多人都不遵守夏季防疫守则。哎呀，我又得去看看有哪些人没遵守了，大家可一定不能这样哦。拜拜。啊